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，那我们有机会继续主持第二季的《有马玩了》。老大，老大，等等，真的吗？这种啊，以小人之心哦，度君子之腹啊，要不要 say sorry？呀，很辛苦啦，不要给我砸到青色了，丢去水里面。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鸵鸟的语言是嘎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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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要赢就用自己的方式赢。刚刚已经干掉一次了，还要第二次吗？